are back for more Final Station。看看，我们越来越多人了，这怎么样？这缺水什么？哇，这个是怎么样？这个头被咬掉了，被僵尸咬掉吗？你个头怎么搞吗？这是什么一回事？这个要死了，惨了，没东西吃了。还有四个食物，惨了，打雷是怎么一回事？怎么是一回事？啊？怎么？啊？什么？无言了呢？这缺水怎么办？我没有水给他喝啊！全部都无言了。但是那些人，这个辣牙精。所以在那货物中是什么？这个要死了，我要给他吃还是不吃？惨了，还什么时候到站？还要很久，感觉一半而已哦。现在，这个要死了，这个要死了，惨了，这个要死了，眼泪少了，给他吃，没办法，他扣命，谢谢。这里正在讲话，就是他的命要完了，哇，死掉了，救他，哎，可以救他，不是救他，是拔光他的衣服，姐啊，缺水，我可以重玩嘛，重置关卡，重置，哎呀，为什么？这个70块还有两排子弹哦，不要玩了，再玩多一次好吧。我有点不舒服，这个人有点不舒服哦，快点给他急救包先，去医院报。OK， 这次可以做子弹了呢，圣干的子弹也可以做了。我的圣干子弹蛮少了，现在弄一个吧，才4发，补命应该还够啊。惨了，没有电了，喂。惨了，全部心脏，全部心肌梗塞了，快点恢复电源啦 ！OK， 他没有电的时候，全部一起扣了生命值。哇，这个又要死了！你可以不要这样快嘛，我要到站了，还有一点而已，不要，先下站。完了，他们都撤完了，下站。别管他先，因为我不知道哪一站他们是下车的哦。不知道哪一站下车，我又怎么可以冒这个险呢？你看到吗？幸好我没有给他吃哦，这个白菜妈定哦。哇，蛮多钱的。哦，这站再次表现感谢。对不起，我们讨论一些事情。我们要生孩子吗？讨论几乎没有人知道，现在他会没事的。所以你说你被某人咬了吗？这个惨了，这个我知道。已经知道他去哪里了，带你这家人去拯救他吧，男人。好的，他在那边写遗书吗？你有一个使命。这有人呢，这里哦，这一站有人呢，这里可以买东西啊，说不定。再见，这一站应该可以买东西啊，要不然我的钱来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我有点急事要做。你是来自北方吗？这里一切都还好吗？我不能和他们取获得联系。北方的人。这不是一个可爱的一天 ，Adam Trenton 想和你见面，还有急事，这是 Tor 吗？什么事情？啊，这他的办公室就在这个顶部，全是人看到，所以等你过去。那你带的工厂，还有司机哦，代码。哦，他又把代码带给我，所以我现在去找那个，是这个最顶部是这个吧？最高的。哇，司机有这个啊。哪个司机？我有车走来走去啊，这里蛮多人的啊，这可以买耶，报纸，这是什么？我买这个报纸来读这些，这别你个，这可以去哪里？可以进去里面哦，哦，这可以买医疗包啊，我有1000多块啊，买个5个吧，哎，不能了，最多可以买4个而已，它有数量有限制啊，这可以买子弹了，哇，很多东西玩哦。哇，这个叫什么东西哎？等，可以卖掉吗？这什么东西来的？他没有写这个是什么东西，这个是升级吧？哦，激光瞄准器延长的夹子，哦，就是我的子弹可以放多一点吗？这个有瞄准哎，瞄准应该不用吧？因为这个火鼠还不够瞄吗？
还要寄过吗？延长的夹，这是给树干还是给我？这个还蛮好的感觉。嗯，买这个吧。好好好，子弹应该够我，退出退出。可是要怎么装呢？我的道具，它是直接，好吧，为什么不呢？接下来几天我不是很忙。哦，他直接把它载上站里面了。谢谢，但是我不是很感兴趣。哦，还一直在找人搭他的火车这样子，要来有人陪他这样子，一路上。有什么僵尸来可以推他们下去？请进入车厢。哦，这个是司机啊，走吧。该有一条路哎，我可以回来吗？应该可以回来吧？要拿代码吧？这到底是谁？这个人啊，这个没有头发这个人吗？这个发电厂用了整个这边的供电哦，这是发电厂啊。如果一过热，没有。我、哦、是什么鬼地方？哇，你看他好像很有钱那样子。我知道了，别担心。矿山的银金矿石干扰了无线电，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不知道发什么事的原因，所以我要去把它修好嘛。这我保护他们为什么干扰之外，也依然也是什么来的，依然避免这些地方，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、如果你愿意就警告他们，但是他们不会相信你的。让我们开始吧，时间人。根据合同 contract 这个第二次访问之下，我不得不放弃工厂的可行，以靠电来改变它，也是我们使用人数人实上的火车是唯一人数的方法。你又要把东西载去啊？我下令给你的火车装上能量克星哦，所以最好快点。我不知道没有办法通过这海，但那是你的问题。待会见。后面一扇门，不如上一下厕所再回啊。真是我还又把我的火车有没有接什么东鬼东西啊？这里上去。去里面一条路，哇，这条路还有两个在那边哦。看着这个日落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啊那边。这里呢？这人在上面干嘛？这是死吗？可以下水道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爷爷吗？是的，我赶上了他第一次访问。这到底是什么第一次访问？我经常愿意叫我讨论他，但我注意到几乎没有人真的听我说。我想那么多年以后，没有人会知道事实。事实是什么？这一切都怪你 Capers 他们从天而降，他们其中一部分掉落在我的房子附近。啊？你知道这件事很好，但是这些事情无常无理，并不是每一个人从心里都感到同样的效果，就是有些人不会被感染啊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讲太长时间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有那些外星人跌了什么黑黑的东西下来，然后这里的人全部变得黑黑的样子。哇，好多人在这边的吸毒吗？你能和我关上门吗？之前我们被发现他们在那边酗酒啊。好吧，走完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啊，就是问问一些人而已啊。哎，那个人呢？不是说放大啊，在这里下面的，但还好了。7669，我武装没有病，祝你一个美好的一天。7669，我们去下一站了，查了，又要加什么东西来？没有人了吧？只一个人而已吧？这是，哎。又是雷啊，一个人啊，我们要去哪里呢？要去取西经啊，你能取西经？我又多了一个东西啊，这里这个东西也是可以。哇，这什么来的？这怎么办？这个要怎么调吧？这怎么调？为什么越来越加越多了？啊？那怎么玩？为什么越来越多电，越来越多电的？酒店，这么去那里，一直想去参观它。看一看 Guardian， 我们现在去 Guardian 那个地方吗？他们说，在火车引擎启动的时候，全世界会听到。我希望他不会有需要。就是 Guardian 有一个很大型的火车什么之类的。这怎么玩？这个一直在耗我的电，为什么越来越多没有电了？这怎么办？我要拉去什么地方他才会捡？这东西怎么不捡啊？越来越多。喂，你还好吧？你还看到路吧，孩子？没有电啊！这个东西死了，这个东西死了，惨了，我熄了。哦，火车停了，没有电了，用太多电了，火车会停的。惨了，我连看信息也不能看了，我连看信息也不能看了，我没有搞定这个东西，这东西怎么搞定？火车死了，下面一个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按呢？啊？下面一个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按教学什么之类的？卡住了吗？这游戏 bug 来的吗？死掉了这个人。
哦，我按这个东西啊，这东西可以按的，是怎么样？就是去了那个地方把它按下来。啊，他没有教学，我怎么知道啊？那个人死掉了吗？我去看看他一下子，说不定他还。重置关卡了，容易玩哇，这个游戏。这个游戏很容易玩的，重置关卡而已啦。有点耗电了，扣给娃子一个勾。我们到站了没？一半而已哦，哇，你看我们走得很远哦，差不多大概46趴，我们就玩完了这个游戏。这游戏大概46趴就玩完了。你呢？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喝酒吗？是的，当然是你，当然是我，因为我们是移民，所以我们一直被压迫着。开始的每一天。这又来了，这个东西我按不到。我们的国家我还没看完它，这个东西先给它下来先。这个东西要冷静啊，越来越飙了。哎呦，这个可以看信息吧？有信息来不是吗？线上来了 ，Tim， 请说，你是来自北方的消息。很抱歉，我的朋友，我被困在 Metropole， 他们不让任何人离开那里。主席在哪里？理事会还在什么？主席在哪里？主席说了什么？哦，他还没有听说。阿莫尔外在前面消失了。到站了，到站了，先下站。哇哇哇哇！我拿手杆在干嘛？拿手杆在干嘛？我是在海旁边哦。哦，这里惨了，这里，这里又有东西玩了，这里，所以我可以装比较多了吧？子弹好像比较多了，比较多牌了。红色代码，请立刻返回保护所。这所只有从上面过，所以他是叫我赶快。走的意思吗？这里是红色景区吗？嗯，躺在这里上面，很近哦。来的有这个，这用手打就好了。幸好幸好，这里感觉不大对劲。哎呦，幸好哦，衣服好。哦，两个这个，这不行啊，这个，这个应该一个。幸好。你知道那箱子代表是什么吗？现拿箱子。哦，下次，这个惨了，把这个拔掉。OK， 这死人了，我的命完了。该不会这里还有吧？这里应该还有一个门呢，一个树。没东西。这里应该知道。这个储蓄。不能死啊！坦克，莫里克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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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好像爷爷好溜了，这些人，我惨了，越来越强啊，人！哇，这个东西，这一张纸没办法。哎呦，啊！这我可以射远一点。下，好，我，哇，窗都不烂了。这是什么？玛丽不仅仅是卖唱片为生，很难解释。我无法告诉你所有的事情。发动这么来，这是卖唱片的。OK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有个椅子，这个不会走过来吗？为什么不要走过来？一个马桶，一个马桶，还有一个墓碑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丢他一个。等下过来先，来来，丢他。还有一个，这个容易，这个记得，这个解决它。哇，一发都没有用到，看到吗？这游戏就是安尼款玩的啊，碎片。这什么地方来的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惨了，又有一个门弹出来了。这是，哎，这什么？这可以拿了，感觉是。丢上。没事，这个，咦，走这里先，先走这里，先走这里，不要走那边，不要走那边，这里面刚不会有一个爆炸了什么之类的吧？惨了，这有血，我要走是不要走？来了，你以为我怕他？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血倒完的？咻，是厨房，这个电梯。哇，又有手榴弹，哎，又有霰弹子弹，又有
应该很多妖怪哦，在下面。哇，我就知道，看到吗？哇，每一次开门，我要心理准备要先退后，然后要先做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样子可以打了吗？先这样下去。哇，这是给爆炸了！哇，这是给爆炸了！来来来，好多人在这里，这里好多人哦！哎，死了吗？给我丢过去也炸到人了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啊，火箭已经准备好发射了，等待命令。他们还没有发、啊、火箭，命令还……哎，有个人在这里，为什么在这里？终于到达了。那把他带去那个 Metapro 这个地方啊，又遇到一个生还者，这里只有一个生还者，死掉了。拿代码，啊，拿了钥匙，钥匙应该是开这个东西啊。两把钥匙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每次拿钥匙，走回去看好了。12 seconds later， 走完了，后面没有东西可以用这个钥匙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我需要下一关那个钥匙，好像不见去啊。没有半个门，没有半个橱可以开的、啊，搞嘛呢？来了两个人了，这是，哇，饥饿了，哇，一个菜鸟，有朋友了，这是我还要当司机哟、哦，到站了到站了，看现在拿去干干嘛？来了，这里下雨，哎呦，那些物资在这里，拿到了这个螺丝，哎，是什么来的？这什么来的？为什么在动了？哎，这是我们所有的意义，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无论如何，祝你好运。电池，没带火，哎，没有路了。哎，哦，这可以绕它，这惨了，这追不追过来吧？这不会叫大只追过来吧？啊，这有人啊！有车了，哎呦，不是不是，哇，这城镇的、啊，我来死，我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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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耶耶耶，出去，砰砰砰 ，OK， 哈哈，啊啊，煎熬啊，一个子弹，子弹又这么少，哎呦，有车。告诉借，我们不打算把车借给他。我们这边现在 Risto 没出去，说 Risto 是什么地方？有一个这里都可以拿了。再说这里没有东西呀、啊，这里面1000%有东西呀、啊！哇！我追得来呀、啊，跑都来不及跑啊！一个马桶，马桶。啊 ，You know what? You know what? 我应该不会死吧？这一个，这一个而已，没死。我们不要补命看好不好？我们尝试不要补命看好了，补命很珍贵啊，不要浪费。除非有3-4只在这里啊，还是有一只突然间冲出来，一个人在这里。亲爱的爸爸，我知道这是很难在你这个年龄做出的一个巨纳言啊。但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当妈和我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能够带着你过来。是最终还是带不到他的爸爸跟他一起生活了。这是他爸爸吗？你杀了他们吗？不，2-3个空中来说。好的，等待我说。又救到一个人了。啊，这妖怪是从空中跌下来的吗？哎呦，我要上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可以不补命的，你相信我呢？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可以不补命，一个补命都不要用。哎呦，杀！开开开开开！不能开呀、啊！我爷爷、啊，这人。
王爷啊，那个人这边没有路了，这里一个死掉一个人，他要上医院代码哦，拿代码了。好了，这里不能上的，这个很不卡残，不给我上的。来，我该赢了、啊，我查这个楼梯好了。上，快点！这炸弹吗？哇，幸好。哦呦，哎，有一个人在下面，这应该给开吧？这也是锁住，哈哈，两个人是锁住了，完人了，空的，呦。哎呦，我走上来，这个楼梯也开上来。我就差一点命而已啊！我不开枪，我就死了刚才。还不死，啊！幸好。哎呦，哎，有个人在这，你确定安全吗？你能保证吗？好的 ，Yes， 知道有一个人了，啊。What the heck 啊！这样子的东西怎么办？你那个中间的先过来吗？你这中间的先过来。啊，不行啊！我一定要射这次才能够节省我的子弹啊！咚 ！Yes！ 哇！7632。来呀、啊！哇，这个又在受伤了，受伤了，命一直扣了。我要给他补命，越喝越兴奋了。你喝醉了吗？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喝酒呢？恐怕他……哎，这个人呢？这个人跑来这里坐着了，不要跟他一起坐了。他是傻瓜吗？差不多。哎呀，我有一点不舒服，惨了，这不舒服了，憋死了，我不能怎么的。我不能拿东西给他拯救他什么之类，只可以拿医疗包给他而已。他一直扣而已，惨了，死了！不要死，不要在我的眼前！谢谢，我的痛快啊，人民！看你，哇！这什么地方？要到站了没？快点！又出现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按它了？要死了！到站了没？到站了吗？有信息。等下我先给他吃东西先。这个要死了！可是我要到站了，不要给他吃！不要，我要到站了。我没有看信。到站了，你在哪里吗？可以给我吃点食物吗？改了什么行程？听，啊？改了什么行程？Oh no! 这样子，我不要玩，怕我重玩整个游戏吗？一定会有一，惨了，又失败了，我 oh no shit。